全体西安物会离婚汪峰，子怡急辟谣。距离上映倒计时还有三天 ，Are you ready？ 今日幸运城市上海。咁刻意话系上海？有人话佢系想辟谣啊！内地歌手汪峰同王菲同一日宣布离婚，佢同章子怡成日一齐玩。网友爆料话曾经见过佢哋现身美国，有内地报道仲话章子怡前晚低调飞西安，咁啱啊！汪峰又去西安出席音乐节，咪有传佢秘密撑场咯。哦，呢、這个上海系为西安物会汪峰传闻辟谣，佢寻日出活动仲否认去西安，身边嘅王力宏都出嚟做证㗎。